你可以抱我一下吗？滚蛋！刺激！现在摆摊不易，抱团取暖。我叫卧龙。你要谋杀、啊？我这里刚好有一套今年做任何买卖说不定稳赚不赔的方法，里面有钱有人有活动，跟你换。不要你的这种，走开。你不信是吗？看不出来吗？你这里有多少斤核桃？30斤。我帮你卖300斤。一个小时，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我买你600斤。你吹什么牛啊？2000块。如果说我做到了，钱还给我啊！但核桃我也不要你的，拥抱一下。也不是不可以。我来卖，给你设计一个创新销售，核桃不要钱还送钱。这个钱是？我出，我就问你顾客来不来，肯定全部都过来，说不定到最后你会更赚钱，边卖边教你。我们这个是新疆薄皮核桃，市场价的话是9块钱一斤的。今天呢，核桃不要钱还送钱。没见过吧？有这样的好事。我跟你讲一下哦，这里有一双筷子哦，能够在10秒钟之内能夹20个，夹到我们的袋子里面去。我给你包一个新春红包，200块现金，10秒内能夹10个以上，你夹多少我给你免单多少。如果说低于10个，主动买单。夹9个就要成9个的。夹没有2斤，本来也要吃核桃的。你去别那里的话，你是没有现金奖励的。你不如在我这里挑战一下，多则免单，少则买单。就八、三、二、一，可能这个技术有限是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无所谓了，差不多2斤就是18块，谢谢你。我想给你包一个200块的红包啊！啊，八，这个筷子横起来。7，不要竖着。2，难打一点，难打一点。好了，不多啊，2斤啊，你有信心拿到200块吗？有啊，八。7、2、1，啊！抓七抓八抓九抓十抓，啊！恭喜你！哎呀，厉害！一，好了啊！赚得5个，啊！明白规则了没有？知道了啊！哎，不是，不能惨。看那个违规了，跟他那个违规了，自己夹也可以的。9、10、7、8、9，还差1个，18块2斤，7个8个差2个，买1斤买2斤都可以啊。我们也不定死规矩卖2斤了。OK。好了，别加了。来，十秒了，这不能耍赖，我阿姨。要什么？来买单呢、啊？来，没有信心来干嘛？把机会让给老年人。2.2，哎呀，6个，哎呀，6-6大顺。好，来，哎呦，恭喜你啊！刚好不大不小，6个，拿几斤啊？半斤，那都是买1-2斤，你买多一点回去送爸妈行不行？10秒20，10秒10个，10秒10个都砸了。人家也有点盼头嘛。来，祝你新年快乐啊！这个又出了一个新的方法，挑起来夹。刚才是8，是吗？8-9号免单。看你白头发都抖出来了。有个2斤3个4个5个6个，你要玩啊？哦，改了，你下去。玩啊，好吧，这个我送给你了。哦，好吧，不要收他钱了。吓慌了。喂，是不对劲呢。你这口的口感宽一点。没事，可以吗？好事成双，7个。1点多，别收了。我们总结一下，开心吗？那肯定啊，不止你开心，大家都开心。这是不是脱离了传统的交易行为？我们现在是卖什么？卖事件，卖营销，卖游戏，卖情绪，卖烟火气。所以2024年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做销售，懂做营销，懂做模式。不管做什么买卖，都是研究人性的规律。有点东西吗你？那前面说的还算数吗？算数啊，说到做到。找个地方拥抱一下。